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 ！I got it。这个免费抽也可以这样子。哎呀，看来我今天是我的天吧？啊，但是我要跟你们说的是，哎呦 ，I got it。今天好像真的很棒耶，但是我上一次有一次在观台之后，我想说我要来集一下这个最强幸存者，我就抽了好几抽。Ready for anything？ 谢谢各位啦！哇，杰瑞德，五星了呢，哈哈哈。没错啦，人生中第一次五星角色就是杰瑞德啦，我真的棒。Glad to earn my place。抽到亚伯拉罕了，干太扯了啦！亚伯拉罕哎、欸，赞哦！接下来就来抽爆，今天是不是可以来打个营地啊？完蛋，不知道打不打得赢。营地打不下来，要我们怎么办？营地打不下来，我们怎么办？哎，没面包了，还死氪金。没关系，氪等一下还可以抽。你们不足的，我来补足。先赶快叫鱼哥上线啊！是36哎，好像够哦，够哦，应该打得完了啦，剩6了。我已经要先去预告了。哎，你们。超棒的！哎、欸，打下来了，赞啦！我的钻好像有点多哦，我感觉到民兵瑞克在召唤我了。哎，这个瑞克，瑞克在等我，瑞克，来吧，瑞克！ Ready、哎呦，不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今天真的很欧哎、欸，可以啦！再来一个。只抽两金哎！谢谢各位，今天满足了，今天的一切不愉快都在这里告一个段落结束了，我现在非常的开心。趁胜追击，赢要冲，输要说，再来，民兵瑞克，再来一个吧。I got it。烂死了，只抽一纸是怎样？啊，太烂了吧！抽啦，我还可以单抽两抽。来出奇迹！我靠，单抽真的会出奇迹啊！对啊，22出三金，其实好像蛮强的哎、欸。哦，好多哦！你看我刚刚看了那些糖果，然后再把一些那个该领的东西领一领之后，我现在竟然有6金的跟16，还有一次保底的机会哦！我有6，再抽5会出史诗或传奇，我们来试一下。2次，3次，哎呦 ！Here to help。比例先不要比例。好了，来喽！本次招募必出史诗或是传说幸存者，就是这一次了。那我现在应该是缺，如果只有一抽的机会，那其实把阿尔法升上去2星其实比较实在一点。说来就来，阿尔法，来吧，阿尔法 ！Lean on me。这位奇克大大，我好像也很常看到他呢。哎，8次，8、5、40，刚好还有一次抽出保底的机会。哎呦 ！Ready for action！ 单抽出奇迹，我的亚伯拉罕抽到了啦！亚伯拉罕来找我怎么办？亚伯拉罕来找我好开心。好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还有保底的机会哦，是不是？就跟你们说。通常的飞都是为了这一颗的哦，那就再来一个亚伯拉罕，让我再升一下吧。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来吧，亚伯拉罕，来来来！啊！我又抽到金色的，太夸张了啦，好爽哦！怎么抽这么金啊？